合肥镇加保里后北路是当地居民主要对外的交通便道，马路边啊，讲就是水泥沟，沟边拢无来设置护栏，真危险。管理员林宗翰接到民众提醒，是向县政府争取经费设置护栏，保障驾驶人的用路安全。这块搁较深啦，深吼啊！哦，拖把架迄条大路，拢会塞。这下水等下来，你也无小心拔落，搁无发现着。河滨镇加保里的后北路连接中心路甲嘉庆路，是当地居民的主要出入便道。但是因为路边就是水泥沟，沟边长期拢无驾驶护栏，加上灯管的视线死角，常常发生小闪车落入去水沟的意外。这条安尼，伊只转岔路，小岔路，啊岔路吼、哦，车啊，恶多的车出来，为着要闪，啊拢会保卫搞下来。这个后北路吼，啊这个沟吼、哦，就是这里面吼、哦、有骑铁马甲骑恶多的吼，啊小闪，啊有保着搞啊，啊这欢迎吼，啊我这个叫议员吼、哦，咱。林宗翰吼、哦，来给咱做这护栏。关于林宗翰，接到里长丁钱，即个向县府争取经费，建置500多公尺的水沟啊，护栏。啊，这条沟时常哦发生民众吼，骑乌托的，也是小闪车，也是铁马吼，拢吼跋在沟底。啊，所以这处吼，啊，伫咧咱1807年吼，咱年尾遮吼，啊，来个完成吼，啊，这土墩哦护栏吼的工程，啊，这。这处吼，伊个总长吼，伫532米，啊，将近到60万诶，迄个啊工程款，后来个完成，啊，互咱加保里啊，以及吼出入这条好北路诶民众，有一条足安全通行诶道路。最高护栏建置完成了后，将大大提升驾驶人诶用路安全，互过路人行了更加安心。中华新闻业务何必采访报道？